哎呀，每次看到我的视频都是车上爬上爬下，房里休息了一会儿又要出去吃晚饭了。刚才早上那个餐厅服务员跟我说的那个什么餐厅我忘了叫啥，我来问一下，然后房卡我也忘了。哎，你好，正好早上你说的那个叫蔡什么来着？老蔡。啊，就叫老蔡是吧？烤肉。对，老蔡烤肉总监。烤肉也可以，然后那个云湖酒店底下有一个来点退骨牦牛肉。退骨牦牛肉昨天我们吃了，所以今天我们去吃老蔡烤肉。那还有我们的那个房间的房卡我落在房间里了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那我现在重新给您开一张。好，我房号多少你还记得吗？6233好像是吧？对，6623。啊，6623。嗯，对，是的。谢谢你啊。哎呀，没关系。然后明天退房的时候，两张房卡一块拿过来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你。没关系。你们这个就是在旅游中心里面是吧？旅游聚餐中心。对，是的。哦，这个房子真的是住的大嘞。这么大，那您住得开心吗？舒服啊，很舒服，床也很舒服。哦，行，如果说您住得开心的话，那就方便您在携程上买个好评。没问题啊，谢谢。我对床要求还蛮高的，你们这很舒服。就暖气什么时候开？暖气的话，下午基本上7:30就开始开了。7:30就开了啊，好，谢谢你啊，好，老蔡啊，好，谢谢。对，老蔡烤肉，老蔡没错，老蔡烤肉。烤肉是吧？哎，老蔡烤肉，然后再接下来吃到烤羊肉的机会越来越少了，对吧？对。哎，回清迈自己烤，那你这次跟我们一起回来了？对。你不去丽江艳遇了？到哪去艳遇去？哎，就你这样的长相，那你到街上不是被人追满了吗？对，里三层外三层都围起来了呀。哦，是三层肉的三层。德瑞逸汽车酒店，哎，也很大，也很舒服，500多块钱一晚上啊，真划算。走，老蔡烤肉。走。哇，这么小的三个小朋友骑了一辆电动车啊，我太厉害了。我们打算到这边来吃那个了，来吃他们的那个叫什么炕肉啊，哎，去试一下。我们打算过马路吃饭去，那边一转头。忽然牛牛跟我说这里有一个浙江菜，这么高级，这么大的一个浙味菜，哎，但是我就是不去吃，我还是要吃当地菜，还是要吃当地菜。哇，这块区域我们没来过，这么热闹。这块区域可以啊。对啊，这块区域真的可以啊。这块区域全是吃的。对啊，虾王小马烤肉，岭头羊特色炕肉。对啊，岭头羊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什么叫4000年的面？你看4000年哪家拉面面粉放了4000年啊？你知道那个为什么叫领头羊吗？为啥他把领头羊杀了，他后面就这个羊都是他的了。哦，我以为他把领头竖起来了。啊，领头羊，擒贼先擒王了。哎，对啊，就这个意思吧。对，好，锅出和黄味道。我们在马路的那边，马路的那个对面，这边它是一个广场，晚上这里我估计可能会有人跳广场舞的。跳广场舞？我估计会的，肯定会有人跳广场舞的。他们叫锅庄是吧？就那个锅庄。姐姐在德令哈，哥哥今夜我要吃龙虾。服了，姐姐今夜我在德林啊，哥哥今夜我要吃龙虾，哇，服了，厉害，棒！这家肯定很冷，你看他的暖气管子都在门口，这么大一个暖气管子，好，对面，走，你也晕啊，不要跑，千万不要跑，我的这个高反，我估计我是医不好了。上次到西藏去也是这样，啊，我以为是偶发现象，没有想到这是个常态啊！我只要海拔一过3000，我就开始不舒服，还喘，还要稍微走两步就要深呼吸一下。各位朋友，你们可以到高原来体验一下。啊，过马路啊，走。杭州小笼包呢？又看到了，真的，全国哪里都有杭州小笼包，就杭州没有。这样的小笼包啊，他们说可能是来自于嵊州的，这个就跟青海的这个拉面到叫兰州拉面是一个道理可能。哦，看到了，老字号的老蔡烤肉，就这家，当地人推荐肯定没有错，来进去。谢谢大
是这家。哎，他坐是坐楼上的。啊，舌尖上的烤肉。啊，舌尖。上楼吧，上楼。哦，舌尖上的烤肉。哦，羊肉串，烤羊蹄。哎呀，我忽然又想吃嘞。我又行了，我觉得，我又行了，我觉得我又行了。哇，你看这里就在烤羊肉，帅哥很帅呀、啊，烤羊肉，哇，可以啊，那我们就拍起来。对，可以拍起来。好好好，那我们逛吃频道开始了啊，逛吃频道开始了，啊，大家记得一定要去看一看啊，我觉得应该不会难吃，啊，我这里过会儿也会给你们拍点花絮。我们的设备长途旅行出来，现在都开始换成小设备，但是他大设备还是背出来了，一次没用，背了一路，一次没用，我们那个大设备，是吧？对。那怎么办？再背回去，不然还能怎么办？丢了呀！开始，开始，开始。完蛋了，逛吃一拍，一顿乱吃，一顿乱吃，忘了我们世界 TV 的观众朋友们，把你们给忘了。现在出来才忽然想到，哎，我刚才吃的东西没拍，没事没事啊，逛吃那里可以看，逛吃那里可以看。那今天，啊，我以为在跟我说话呢。那今天我们就吃到这里，然后回房里，然后赶赶片子。我们其实路上的这个时间，如果说不是消耗的特别长，我觉得做片子其实是不累的。但是你到新疆啊、青海啊、甘肃啊，甘肃还好一点，你像青海、新疆这个点到点之间的这个距离实在太远了，所以这一次旅行当中做片子确实是压力蛮大的。平常我做片子，我觉得我们好像做个片子都很随意啊，轻轻松松就做出来了，压根就没有好像觉得有压力。这次做片子确实是有压力，而且呢网速一般都不太给力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网速就一直都不是很给力。住酒 不管住是哪一个酒店，对对啊，速度就只有这么一点点，都没有特别快特别快的酒店。对，那所以这次压力很大。晚上的话我们基本上也就是要回到房间去赶一下片子。好好，再没几天我们就要回泰国了，手上还有一些余片，我们可以到泰国去做，是吧？啊，行了，回酒店。我去看看他们跳舞啊，我刚刚走过来看到他们那里在跳舞啊。哎，他们这是锅庄吧？应该这个就是锅庄舞吧？哦，哎，他们这个好，他们还手拉手的跳，不像我们那里各归各，是吧？他们就在手拉手的跳舞啊。哎，这个有意思啊！跳完啦，结束啦！啊，好好好，乔治给到字面赛场。行了，走了。又来一个，又来一个。那你跳吗？不会，你不会啊？这个是藏族，这个舞不难啊！你看他就这么踢踢腿啊，就这样踢踢腿啊。哎，这边也会，啊，踢腿啊。对，就这样呗。其实我们小时候都学过的，新疆舞啊、藏族舞不都学过的吗？还学过舞蹈的呀？不是那个呀，学那小学里不都要学的吗？吗哦，对。我小学还是舞蹈队的，我忘了告诉你们，我小学一到三年级啊还是舞蹈队的，后来四年级以后就不是了，不是因为学业紧张，是因为我那个劈叉实在劈不开，所以后来就没有参加那个舞蹈队了。一年级到三年级我是参加舞蹈队的，然后四年级以后是到乐队里去的。那你刚才怎么下车的呢？我刚刚是这样。你是这样出来的是吧？可以，哇，车子被你擦得好干净。对，我是这样子出来的。这样就能进去了是？你开出来我再上吧。没有，我上得去，我就是怕把旁边的那个车子给磕到。出来啊。好了，我们退房。出发了是吧？哎，出发了。还有个押金。哎，还有个押金。嗯。啊，我们喝了两瓶东鹏特饮，两瓶，对，好，就在车上，省得下去。这跟这个台湾的汽车旅馆有异曲同工。哦，那个也是啊，也是不用下车的啊，不用下车。对对对对对，那个也不用下车。都完成了，啊，谢谢啊，拜拜拜拜拜拜，下次有机会再见，啊，拜拜拜拜，很客气，
好了，我们今天要看到青海湖了。天气多好啊，你看看这个天。哇，今天天蓝啊。玻璃多干净啊，就是因为刚刚浇了两盆水。啊，走了。好，我们准备出发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，你看看看看看前面。哎呦，雪山。雪山白云蓝天。哎，天气是很重要，天气很重要，对吧？天是倒映的海呀，他那个孩子说的呀，是吧？满是雾霾，是不好看啊。这样好看。沙尘暴的时候，真的一点都看不出。沙尘暴。哇，好冷啊！外面只有9度啊。马云，哇，马云业务真壮大。哇，连牛肉面他都做。马云业务做得很大嘛。啊，我们在这边。哎，好嘞，我们4个人，嗯嗯，看看呗，看看吃什么，就坐那个边上好了啊。好，我们这是一路去那个，去青海湖啊，去青海湖的路上路过的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叫什么来着？大水桥。哦，大水桥，好，知道了。我记录一下。记录一下。看看。我就弄个牛肉面就好了，简单一点。你们要吃什么？牛肉面。你也想吃牛肉面？吃个红烧牛肉盖饭。好。好。他冷死了已经，冷死了。要不要给你去拿件衣服啊？瑟瑟发抖。还好。这边是冷一点，到了西宁就那个。西宁马上就热了啊！这里只有看看外面就9度，3100。就是到青海湖边上特别冷。现在我看看海拔多少，3300，海拔3300，嗯，厉害。最喜欢看他们做面，最喜欢看做面了。嗯，哦，面是现揉的，面是现揉的，嗯，哦，直接。拉，哎，那它这个面，它这样甩，它不会粘在一起的吗？再拉一下，再这样转一转，它不粘在一起了吗？哦，有油，哦，这我第一次看到一整个完整的过程了。谁想出来的？就这样搞搞这个对面。真的是一整个完整的过程，我第一次完全看到。拿出来了。啊，然后还叫你游，然后就在转一转一转。知道了，他你们做那个拌面的话，他那个酱料还要再炒一下的。就像那个新疆的过油拌面一样，啊、哦，就可能类似吧。新疆拌面也有，也有啊，嗯。过会儿还要过3800，谁说的？老板说的。嗯，他说他们到3300。嗯。所以就比那边冷嘛。哇，3800。边上很冷的，上次你还说这在那个青海湖边上露营。对啊。那边我看过了，是0度、2度，就这样。哇。怎么露营啊？青海湖边上，那他那里住宿呢？我住宿我估计也不舒服的，你3000多这么冷，就是冷嘛，嗯，冷嘛，他们有暖气的吧？估计暖气嘛，你海拔高了头疼，头疼，对，头疼，头疼。哇，你这张脸的这个雀斑已经真的是跟个麻雀一样了。整理一个箱子，嗯，我都喘的。我也是啊，哇，我拉个拉链，我要伸过去，哇拉，然后再拉一次是吧？分两次拉是吧？箱子哇竖起来，啊。
这样。你还算好，我要从二楼拎下来呢，我比你海拔更高3米。3米一会儿我要休息一会儿，对，烦死了，真的是烦死了，真的。我比你的海拔还要高3米，还要拎下来。哎呀，高海拔的地方待着确实是累的。我在新疆没有这种烦躁的感觉，我到了这里我就特别烦躁。哦，到新疆不烦躁是吧？对呀，海拔低是吧？暖和是吧？舒服。真的就烦躁，真的烦躁，是烦躁，是烦躁。嗯，就累，就人就一觉得累了就开始烦躁了。今天晚上我们就能到西宁了。西宁不知道海拔多少？西宁海拔多少？2000多。2000多就没事了。对，2000多就没冠军了。一过3000，哇！啊，面是吧？好，我的牛肉面。陈老师点了个啥来着？点了个盖饭是吧？好，我的牛肉面来啦！但是这里的话，哦，我的牛肉面。其实我觉得温度就是跟海拔有关系。嗯。这一路过来，就是你只要海拔一上去了。马上就哇冷下来了，这里的温度我估计跟塔县差不多，对吧？高度也差不多。哇，拌面来了，这拌面好像还不错啊。可以的。哎呀，吃饱了，换手，换人开了，换陈老师开。好，出发。路边这些羊就在这儿逛，这些羊就这么闲逛，也不知道谁家的。前面就青海湖，就是青海湖的路牌已经看到了。这一路全是川渝的菜啊！对，川渝川菜。那兰州拉面在这里好像很突兀啊，夹了一个兰州拉面在里面，其他的是红的，它就是绿，全是川渝的菜，川菜。青海湖，哎，开太阳了，天蓝了，刚才一路过来是阴天。哇，这里羊就多了，整个山坡都是，整个山坡都是羊，这边也是，长得不一样，屁股小，小屁股羊，瘦一点，高大是吧？嗯，哎，我觉得他屁股小，新疆那个大屁股羊我第一次见，屁股真大。嗯，我们现在到达最高点了，3800，然后再往前可能我们要下坡了，看你这个弯拐过去。拐过去，哇，还是上坡啊！天哪！好了，这里就是垭口了，这里肯定是垭口了啊！上面我已经看到藏族人放的那个东西了，那个应该放的就是垭口了，最高点了。一般来说在那时候垭口都会有那么个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神庙，是个啥？好了，我们到垭口了，哇，垭口这里还有两匹马的，我这两匹马有点胖呢，这里匹马肚子大胖，哇！骑马赶牦牛啊，那个上面是吧？哎，是的，骑了个马在放牛。过了垭口了，我们开始一路下坡了。这又开始叫什么？这盘龙古道了呀，开始。盘龙古道了。是啊，这又是盘山下去的，又是盘下去的。那个山坳里那个算是青海湖吗？应该是吧。那么大片的一片，对。那是青海湖吧？看不清啊，下去应该就到了青海湖。正前方那个应该就是青海湖了吧？还是云啊？青海湖，青海湖。确定？对，前面是青海湖啊。对，这么大？大了一片蓝色的。哇、哦，深蓝色啊！嗯，哇，感觉像在土耳其那里翻过一个山头就看到黑海一样的感觉。好，这个弯拐过就是要看到青海湖整个在面前了。哎，真的这么大个老鹰，这么大的老鹰，停下来了，停下来了。哎呀，我们车停不来，这只老鹰居然这么大。哦，这里青海湖，它应该在找找地上的东西。哇，这么大青海湖，难怪他们看到说是海了，是吧？青海，青海就这么来的就。大，哎，这么小个牦牛，我还第一次看到这么小的牦牛。这牦牛怎么那么小？这么小个牦牛，
哎，还要跳嘞，可爱的，真的可爱的。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这么小的，哇！这边一群牛来了，冲着我来了，他们要穿马路啦！哦，要穿马路啊！这匹牦牛要穿马路了，这头，哦，不穿，横着走，横着走。哇，那边就进海，那个是啥呀？那个冰吗？冰山吗？那是啥呀？这些牦牛过马路了，骑车也没办法，拿他们没办法，全停下，全停下等他们。慢走，慢慢走。哇，这一头是白的。他们到这边来，这边也有吃的应该。两，这个牦牛其实都还很小嘞，这两头，最后这头也不大。对。怎么了？他是要走到拉萨吗？青藏线应该是走过去的吧？对啊，他就这么一路趴过去啊。这里就是这种藏族的这种藏庙了，很多。又一个，真的，他们要这样子一直趴到